各位仙友，欢迎观看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，才勉强接好了白浅的脉络，却无法缓解因此而带来的疼痛。晚上白浅发了高烧，白真着急到不好，小五好像烧得更厉害了，我去通知爹娘回来，哲言沉重道别去，现在找他们回来，他们一定会知道凤九的事情，到时候恐怕天宫就要打乱了，起码等我先治好小五。白浅虽然受了很重的内伤，但是因为夜华和白真及时封住了他的经脉，阻止了血液喷涌，所幸没造成太严重的后果，只是需要休养一段时间。一览芳华里，阿丽还不知道凤九出事了，只是找不到白浅很着急。阿丽着急到父君娘亲去哪里了，阿丽都找不到他。夜华蹲下身摸了摸阿丽的头发，微笑地看着他。夜华温和道，你娘亲最近回了一趟青丘，青丘有些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，所以没来得及跟你说。阿丽期待道，那我可以去看看娘亲吗？夜华温和道，暂时不可以，你娘亲现在很忙，无暇顾你，等一段时间父君再带你去见他。阿丽温和道，那好吧。夜华温和道，乖，去玩吧，父君还有些政务要处理。看见阿丽走远了，夜华设了个结界，把一览芳华保护了起来，就去了青丘。米谷在门口给白浅熬药，米谷恭敬到太子殿下。夜华担心道，米谷，浅浅今日好些了吗？米谷忧郁道，不好，姑姑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，吞下去的药也吐了出来。夜华皱眉，心疼道，我进去看看他。夜华大步走了进去，白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白真和哲言守在两旁。夜华着急道，四哥，哲言上神，浅浅怎么样了？哲言凝重道，不太好，关键是现在他不肯吃药。白真担心道，哲言，给他硬灌一点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小五都快不行了。哲言摇头道，硬灌没好处，他除非自己心里能接受，否则药物会对他造成和你大的影响。夜华担心道，那要怎么办？浅浅现在是不是很虚弱？除了吃药还有什么办法？哲言凝重道，看起来严重，但是也不足以致命，再要不行，我还知道一个方法。夜华着急皱眉道，什么办法？哲言凝重道，我记得父神曾经说过，在天宫有一处至纯至净的温泉，任何伤只要在那个温泉里泡上33夜皆可痊愈，但是那里的主人吸入是个与世隔绝的人，平日里连天君的账都不买，我想要请他帮忙会有些难度。白真着急道，管那么多做什么？不管是多难的事情，为了小五也要去试试，不管他提什么条件，只要能做到我们都要满足。夜华凝重道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吗？哲言凝重摇头道，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夜华凝重道，我认识他，我去找。夜华看了一眼白浅，摸了摸他的头发。夜华温和道，四哥，浅浅麻烦你照顾了。白真点头道，好。夜华心里有很重的负担，但是为了白浅，他不得不再去西入那里一趟。西入正在院子里喝茶，夜华才指到门外，他就扬起了唇角。西入温和道，去上一壶夜华君喜欢的茶来。万能龙透恭敬道，是。片刻后，夜华便敲门进来了。西入微笑地看着他，西入微笑道，夜华君，好久不见。夜华为难道，我此番来是有事相求。西入温柔道，无妨，坐下说吧。西入居高临下地坐着，夜华皱紧了眉头，坐立不安。西入温和道，夜华君，什么事你直说吧，如此坐立不安却又吞吞吐吐，想必是急事。既是急事，就不要多耽搁了。夜华凝重道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冰雪聪颖。西入妩媚道，你却变了。夜华凝重道，西入上仙，我今天来确实有求于你，我所求之事是关于浅浅。西入突然握紧了茶杯，不满地敲着桌子。西入不满道，夜华君，你该知道我最不愿听你说的就是白浅。夜华凝重道，是，我知道我今日所求实属无理，但是我非来不可，只有你可以救浅浅。西入诧异道，救他？他出什么事了？夜华凝重道，浅浅受了内伤，哲言上神检查过了，说是四海八荒只有你这处泉水能救治。夜华无耻，前来求药。西入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。他知道以夜华的性格，如非万不得已，他是不会轻易求自己。西入笑笑道，夜华君，既然你来求我，我自然不会拒绝，不过我也得跟你做个交换。夜华凝重道，你说。西入微笑道，夜华君，我今日还未曾想好，不妨就先留着吧，他日我想好了
再找你交换一个愿望。至于他日我提出的愿望，无论是什么，你都不得有异议，如何？”夜华自然知道，这样的要求不便答应，可若是此时不应，怕就保不住白浅的性命了。夜华凝重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西入诧异道：“你不再多考虑一下吗？”夜华凝重道：“不必了，我既已答应你，就不会反悔，我说到做到。”西入开心道：“好，那你随时带白浅过来，我承诺，只要是我在一天，任何人都不能接近他，我保他在此处安然无恙。”夜华凝重道：“多谢了。”夜华随即回了十里桃林，白真还在守着白浅。白真着急道：“夜华，事情怎么样了？”夜华温和道：“四哥不必担心，我已经说妥了，我此刻来就是接浅浅过去的。”白真开心欣喜道：“如此甚好，我随你一起去。”夜华为难道：“四哥，这瑶池的主人性格有些内向，不喜人多，我今日前去他已是不悦，为保万无一失，还是让我一人带浅浅过去吧。”白真温和道：“如此也好，那你快去，有任何事随时派人来找我，我就在桃林。”夜华温和道：“好。”夜华打横抱起了白浅，带着他去了瑶池。西入这是第一次见到白浅，沙溢见他真是美若天仙，难怪就连夜华都如此痴迷。西入笑笑道：“果真是四海八荒第一美人，难怪令夜华君如此痴心。”夜华担心到泉水的事，西入微笑道：“你不必担心，我已安排妥当。灵儿，你带白浅上神前去。”万能龙套恭敬道：“是，公主。”夜华点了点头，抱着白浅跟着过去了。瑶池果然至纯至净，只嗅一嗅都让人神清气爽。万能龙套恭敬道：“太子殿下，一切都处理妥当了，请将白浅上神放置泉水中吧。随后我家公主还要请太子殿下前去坐坐。”夜华点头道：“好。”白浅被禁制在了瑶池，夜华给他设了个护身结界才离开。厢房里，西入已经准备好了酒菜在等着夜华了。西入温柔道：“夜华君放心吧，这里有我的仙法护着，白浅上神不会有任何损失的。”夜华居礼凝重道：“多谢。”西入温柔妩媚道：“既要谢我，就陪我吃点东西吧，今日为了这瑶池布阵，损耗了我不配力气。”夜华凝重道：“好。”西入连着倒了八杯酒递给夜华四杯。西入温柔苦笑道：“夜华君，你可还记得从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吗？”夜华温和凝重道：“记得，那次你在河边洗手，失足掉了下去，我恰巧路过把你救了上来。”西入开心温柔道：“是啊，从前我一直生活在瑶池，那是我第一次离开，对一切都不熟悉，可是你不一样，我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很亲切。”夜华凝重道：“承蒙错爱。”西入温柔苦笑道：“夜华，我曾经为了你想过要离开这里，和你一起去人间，或者任何地方，只要是有你的地方我都愿意去。后来师父知道了，逼我放弃你，我为了和你在一起跟师父决裂了。师父说要和你在一起就要先证明自己的决心，所以我为了让师父同意，去炼狱修炼了一千万年，日日承受锥心刺骨的痛。每次我坚持不住的时候都会想，如果最后是你来接我出去，一切的痛苦都是值得的。”西入说得很走心，夜华听得心里有些内疚，原本不曾想他为了自己付出牺牲了那么多。西入一边说一边喝酒，不自觉间已经三杯酒下去了，人也有些飘忽。西入苦笑难过道：“夜华君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可是你最后却和别人成亲了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我做了那么多就是想要毫无顾忌地和你在一起，可是你却丝毫不将我放在心上。”夜华凝重担忧道：“你喝醉了，我扶你去休息。”西入摇头道：“不，我没有喝醉，我只有现在才可以和你说这些，清醒了就什么也说不了了。”夜华君，你真的从来没有一刻想过要和我在一起吗？从来没有一点点在乎过我吗？在你的心里就没有一个关于我的角落吗？”仙娥来报说是白浅好像对瑶池有些不适应，身体出现了抗拒。西入还来不及安排好了，今天就讲解到这里，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小影一起讨论哦。赞同小影的话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小影哦。我们下期见。